唔同嘅綜藝節目，啊好多人可能知道哦，王嘉爾 Jackson 可能係一個即係冇人知道我係做音樂嘅，好多人都冇人知道我係係歌手嚟。咁但係你哋知嗰時冇人知，你哋知，多謝你從嗰日開始支持到我今日，同埋希望我以後可以做更多嘅好嘅作品俾你哋，希望你哋中意，我會令到你哋更驕傲。十一月，我就在这里说吧，十一月六号我的新歌出来了。十一月六号，你们要支持 Jackson 的新歌，好不好？十一月六号，十一月六号。这个到时候会不会来香港宣传？全世界都会宣传。全世界，到时候你们又可以在香港再次见到 Jackson， 好不好？那在这个这么特别的时刻，我刚刚答应大家了，我叫你们想拍照。